边是友情，另一边是爱情。做人不是为难了自己，是这个意思，对。哇，说撩就撩哎！要论撩妹放大招，卖萌舞到魂喷发。陆剧《亲爱的味道》在上海举办发布会，女主角郭采洁带着炎亚纶、陆毅等演员跳了一段在剧中的广场舞。有请我们的媒体提问。好，这里。请下一位媒体。看得出来身体控制不住。我们什么都会的炎亚纶在戏中饰演暖男，撩妹当然不能输喽。其实我，你别离我这么远。别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。你的声音比这个音乐还要美。你看见这个光吗？你的笑容比这个光还要亮。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有什么表示吗？我戴了很大的戒指。借我看一下。穿过指围的，可以套住你三只手指。哇！我套了两只，我们合起来就是一双手。一只手，算是不好。快点，我膝盖有点疼了。此刻，好，我必须要把我的心交给你。真的吗？谢谢。三分手。三分手啊。那还有一点带戏。好。哎，别拿走。人家有他的心，他想偷我的心。我只剩下这颗心了，对吧？